常开始走都不嫌晚，一个梦有多远不放手就不怕难，往前飞就不会留下遗憾，牵着手就不会觉得孤独。没无力照顾妈，伊身体哦会袂堪嘞啦。囡仔，你赶紧去休困，妈哦，阮来照顾你好。回去啦。老婆。哎，你回去啦，无你住遮哦，我会困袂去啊。到时阵哦，毋知是你照顾我，还是我照顾你。先回去哈。好啦好啦，那你叫我回去哦，我就回去啦哈。安尼你敢不欢喜？爸，我原来你是啥？你去睏啦，唔免陪我啦。爸，啊，你不爱睏。我甲大兄要哪睏得起啦？我哪敢睏啦？啊，你妈妈变成安尼，我拢唔知影，会阁有啥物变化？你是莫乌白想啦。你妈妈嫁予我，就为这个家啊，做牛做马啊。连我嘛是好意生的，衫放伫倒，我拢捂袂清楚。因为这个家哦，付出伊的青春，牺牲遐尼济啦，伊变成安尼哦，伊不应该变成安尼啦。爸。莫脚头有问题，这是你早就知影的代志。啊，正经哦，其实嘛有甲咱提醒过，妈即摆已经有过啊。迄个状况哦，会讲愈来愈好，咱就爱有心理准备。啊，代志即摆发生啊，咱就爱去面对。你安尼直直伫遐学袂想，对你家己嘛无好，啊，你敢特别安尼？对了，阿爸，阿英讲的也无对啦。我也无想要安尼啊。我明明知影，伊妈妈的脚头骨有问题啦。我为什么无甲伊较注意一下？安尼，让伊滑倒，伊才会变成安尼啦。
拢是我害的，拢是我害的。阿爸，阿婆就算讲伊无跋倒，伊的脚头嘛会慢慢退化，你莫去怪家己好无？离婚单未看见。伊若是要写这一个，伊的家家未恶化这么紧。想无，阁会当冻一段时间，而且阿弟妈妈记得，突然间退了。我拢唔知影，伊哪会变成安尼啦？阿唔过，我知影，伊那是袂跋倒，这一切的代志哦，就袂发生了。我就后悔。我为什么要叫伊去挖水啦？伊才安尼跋倒，拢是我唔对，拢是我唔对啊！希望讲哦，会发生这种代志。啊，不过这已经是事实，咱就要勇敢去面对。我细汉时阵，你有甲我讲过一句话，你会记得哦。你的人生会当互打败，但是袂当互打倒哦。唔捌的，你是讲我袂用跋倒？啊！不过我跋倒，我会爬起来。不是，我讲的哦，是你的心。比赛输去，阁会当想办法赢倒转来。心若倒，你就亲像死去同款，我都爬起来。所以讲，你千万唔通互拍倒哦，尤其啊，是袂当互你家己拍倒啊。一句话，我永远都记在我心肝底。爸，你嘛同款，你袂用讲一直怪你家己，你得予你家己哦，拍倒。心袂当予拍倒。我哪会当予家己打倒？啊，你妈妈吼，够需要我的。是啦，爸。阿婆即摆上解需要，就是你陪伫个身躯边，行久久长长的路。所以哦，你也比任何人更加坚强。你放心啦。我会坚强的，阿兄，阿你是做医生的，阿你妈妈记得退化的状况，敢会好？已经几啊天啊，阿叔哦，若阁继续安尼，就真歹讲。敢讲真正无机会啊？嘛毋是讲完全无机会，咱大家哦，拢希望讲，莫会当较紧好起来。
啊，不过，嘛无人讲到百分之百的保证，会好起来。你妈妈哈，陪我一世人，从来唔爱享受过，只有吃苦啦。阿妈无好，做几十年啊，唔捌看到伊休困一工，想会到。想袂到即摆，起来去写长卡，才会当休困。即款的休困哦，不如埋啦。我对你妈妈，我对你妈妈的亏欠哦。就这样，阿爸，你唔通安尼讲啦。你若安尼讲吼，若是去阿母听到，伊心肝内一定会足艰苦的啦。因为阿母伊这世人上大的骄傲，就是家己家己奉献落这个家，这就是伊的成就啊。阿母是毋是有享受到？对伊来讲。一定感觉无重要的啦，无唔对啦，爸，妈的个性哦是遐尔坚强，我想进攻哦，伊是该一定会平平安安度过这关的啦。希望，希望以后无代志了。我捌看过伊煮糜啊，安尼真简单啊。煮糜哦，阿爸这世人就唔爱野过真饲啊，阿爷袂晓煮，无问题啦。囡仔袂晓煮吼，会甲咱叫啦。啊，这个菜是要对倒位切？钟爷，来一个哦。大兄，啊你有够厉害呢！啊，爸即摆就甲你叫，你讨救兵啊啦！别动，我先来啊！哇，妈，爸帮你煮高丽菜稀饭，还喂你吃，你有幸福不？有啦。我爸从来没有下过厨房，这一次啊，为了我妈。竟然一大早就在厨房里面跟那些锅碗瓢盆在奋战。爸，你真偏心，煮饭给妈吃，我们都没得吃。卡拜托哎，啊为着煮这点糜吼，我已经不敢规身躯干啦。啊，若是要煮给恁大家吃哦，我唔就是昏去啊。哎，别行莫讲啦，啊，干那迄领圆圆的高丽菜吼，哦。我看规半工啦，我拢唔知影爱为倒位切落去的。好佳哉啊，昨天甲我斗三工啦，我才知影高丽菜哦要安怎切落去啦。爸，你真的好命，从年轻就有妈来照顾你，
连菜你都没有见过。无你走脚，我拢唔知影走脚下坡路足大个啦。我以前啊，我就是煮三顿真简单啊，到即马我才知影，恁哦，足辛苦个啦。恁爸，多谢恁哦。免客气啦。一输啦！我吃饱。都没有吃过爸煮的东西，看起来好好吃啊！我吃吃看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爸，你煮完有没有试吃啊？无啊，啊不是未滚啊，菜放落去就好啊，啊过来试吃吧。难怪啊，高丽菜啊都没有煮熟，你都不知道。不是啊。歹食个啦，老公啊，啊，这菜无熟呢，应该剥落去啦。哎呀，啊，着紧吞吞落去就好啊。哎呀，无好食，你就爱讲啊。人爱口实，我若食无完吼，天公伯还受气呢。雷公哦。会弹呢。哦，你看，你妈妈即马有开来甲我骂吼，啊，就表示啊，伊的身体啊有较好啦。阿贤啊，啊，你敢有去问医生？你看卖我只脚哪会袂当坐啦？安尼，是毋是我的脚踏舞有问题啦？敢会用会开刀嘞啊？安尼黄黄的、吞吞吐吐，无生理呢？老婆啊，医生讲哦，你脚头乌哦，袂用会开刀啦，啊开刀哦，对你无帮助啦。食药啊，会好无啊？食药啊，效果有限啦。老婆啊，那天公伯啊，那讲你少年的时阵啊，伤过操劳啦，爱你哦，好好休困，莫阁磕到你的脚啦。爱我，好好甲你哄胎，爱你好命，哈。我想爱困啦。爱困啦，好啦，好啦。你也睡不着啊？一想到妈的事情，就好难睡。你不要这样嘛。虽然妈的膝盖没有办法了，可是她开刀的伤口已经好多了。只要妈小心啊，就没有什么大碍了。你就不要那么烦恼嘛，
心一烦啊，心就会乱，心一乱，什么事情都跟着乱了。嗯。苏仁，你一定不相信。昨天我陪爸回家，我看到爸掉眼泪，很惊讶。在我印象中，爸的理性大于感性，个性很坚强，好像什么困难都打不倒他一样。我记得在我小时候，阿妈过世，我看过爸哭过一次。从那次之后，我就再也没看过爸掉眼泪。可是昨天我看到他为了妈这样子落泪，我心好痛。我懂，你心疼爸也心疼妈。自从我嫁到你家之后啊，爸把我当作自己女儿一样疼。看到他躺在床上虚弱的样子，我的心真的很难过。你跟爸的感受啊，完全懂。从小，为了我这双腿，我妈就背着我东奔西跑，四处去求医。现在她生病，躺在病床上，我却不能无时无刻的在旁边照顾她，替她做很多的事情。以做人家的儿子来说，我真的算是很不孝。谁说什么事情你都不能做？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帮他做啊，陪他晒晒太阳，陪他说说话，说说以前的事啊。哎，对了，妈，他很想妹跟大姐，可是他又怕他们麻烦，不想他们跑来跑去，干脆啊，我联络他们一下，看哪一天妈出院了，看哪一天他们有空，请他们回来，让他们高兴一下。这个想法还不错。你先不要告诉妈，妈妈帮你留一个惊喜。啊，早起哦，工作到的啦。我才想讲今日哦，敢会出日头。啊，结果啊，你讲要散步啊，啊日头就出来了啦。那天公伯哦，祝贺你面子啦啊。听呗，来休息一下哈。来，啉水啦。我袂吹打啦。无安尼啦。啊，你也吃吃水果吗？我有炸呢。我什么拢无爱啦。啊，你的心情无好吼，我是不是因为你的脚头唔听话，叫无？后摆啊，拢袂用的陪你去爬山啦。啥讲袂用的？你若爬袂起吼？我当跟你爱啊！我才不爱嘞，你哦，岁头比我比较大。哎，那爱我，那爱甲翘翘倒。好啦好啦，啊，咱哦就莫爬山了哈，咱会当去散步啊。啊，你想要去倒啊？我拢甲你送去啦哈。我想着吼。我变成你的保护啊啦！啊，
你这个宝骨啦，我就爱爱的啦，啊，艰苦啥啦，老婆啊，你的心情啊，爱放较轻松的，啊，人咧讲吼，老伴老伴，啊，一世人哦，爱做伴到老。我不但不但爱安尼啦，我爱家你的手哦，牵条条的，我会给你搬倒啦。谁叫你哦，是我牵手啊，啊！我哭啊啦，别哭，别哭。我安尼啦，我唱歌给你听好不？我唱你最爱听一条啦，三窟烂啦，哦。对呢，咱若出来真久啊，我还是先回去哈，咱会当哪行哪唱啊，哈。煞较慢的啦，煞较紧哦，你妈妈头壳会晕啦。阿爸，我知啦。较慢的，较慢的哦，到啊到啊。老婆啊，你敢知影这是倒位啊？啊，你头壳歹去着，这是咱家哦，我当然会记的啊。阿母，咱回来啊，你有欢喜无？欢喜哦，我当然欢喜啊。阿母，咱去吧，哈。阿妈，我叫什么名？你叫我，我叫什么名？我叫上罗啊，小皮那个上罗啊。那有啦。对啊，就是啊。上叶啊。哦，好厉害哦。阿妈，跟你两个参详一下好。无人伫个遮哦，啊！恁两个甲阿妈扶者，阿妈试行几步路者，好无？袂用个啦，医生交代，讲你尽量唔通行路啦。爸，紧啦。袂用个啦，阿公，紧来啦，阿妈要病啊。嗨，你哦，你搁唔听话哈？我袂平常啊。哎呀，我无试行几步啊哩，阿摆送要甲你煮饭啦。上婆上爷，赶快帮忙去搬碗筷啦！哎，好，我等大人来就好。你到家讲来。阿母，我有代志哦，想要甲恁参详呢。什么代志啊？啊，就较早阮公司啊有一个陈嫂啊，啊，就是除夕过年的时阵啊，拢会来咱家变扫迄个进赏银宝啊，恁可会记得无？阿母，可会记得无？这几天我有拄到陈嫂啦，伊叫我吼，甲你问好啦。尤其是阿母啦，伊讲阿母人足好诶，足好斗阵诶。甲阿母吼嘛真有话讲，啊我甲讲吼阿母最近的状况啦。伊讲咱有需要吼，啊，伊会当来咱家斗三工啦。所以我想要甲大家参详，我想要请陈嫂来咱家煮三顿，来照顾阿爸甲阿母啦。阿爸，阿母，
恁有同意无？啊，这好啦，叫伊来斗三工啦。真实嘞，老婆啊，你真正同意哦？就安尼啦，无吼，莫因为我哦，甲大家生活拢弄甲乱七八糟啦。妈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不为自己想想，还为我们着想？无吼，你甲陈嫂联络一下啦，阿伯哦，请伊来斗三工啦。好好，我等下就去打电话吼。好啦。马不动腰啊，那是你来吃。哦，好好来吃饭吃咯。哎，你是咧创啥啦？这几步路尔，我家己行啦。哎，你莫骨强啦。安尼我不爱吃。哎，你那跟囡仔同款啦。哦。爸，妈那么坚强啊，她实在是太勇敢了。你有这样的老婆啊，实在是福气啦。是啦，我娶到你吼，是我的好气啦吼。安尼你要加扶啊？好好好，加你扶啦，来，我加你扶啦。谢谢谢谢，慢点啦。慢来。你看，还跟我同一家的呀？好，你看到了哈。好，慢点啦。啊，好，受伤以前嘛，甲伊同款哦，这么漂亮。好啊好啊，看电视啦。哦，哎呦，伊只狮哦，走足紧的咧。就歹啦，家己哦，就想呀，啊。你无想要看电视哦？好啦好啦，我甲伊关起来吼。你想要出去行行无？唔爱。啊，想要睏中昼无？都睏起，哪睏会起啦？无想要出去行行的，也无想要看电视，你是要创啥啦？唔知啦。无安尼啦。啊，明仔载哦，初一要拜拜，啊，你会当陪我去买水果无？哈，拜托啦，你较好拣水果啦，
啊，你若无去吼，我就袂晓买咧。拜托啦吼。无啦啦啦，行袂去啊。姑姑啊，来啦，我甲你杀啦啊！你嘛办对啊啦，我以前哦拢是非常歹的，但后晓食，晓煮啦，我才拜托伊哦陪我来买啦，叫伊哦教我教，要安怎煮啦。这边个，听声就知啊啦，那是松松的吼，还是结实的啦。嗯。啊，这安怎买啊？这日本进口的啦，三粒一百。啊，来啦来啦，你别搁想啊啦，这几粒啊吼，我请你啦。唔免啦，唔免啦。啊，你别客气啦，你整一回吼，三块洗三斤，所以吼，啊，这几粒破过，你得爱收起来，等吼有来有去，安尼才公平啦。送你洗衫巾哦，我都袂记的呢，我会记一道好啊啦。我甲你讲吼，你转来的时阵吼，我迄纸箱啊吼，拢无断掉嘞。啊，等恁媳妇吼来甲我客啊，啊伊讲吼，伊若无来客吼，哎，你会艰苦呢。是啊，啊我太太讲吼，遐个纸箱啊吼，啊是阮后生的业绩啦，伊若无替伊收啊，伊会艰苦。嘿，你人吼嘛真趣味嘞，啊，就算作吼，咱是好朋友啦。看你出院吼，我替你欢喜。啊，这几条捧果吼，就当作吼，我送你的身体健康的礼物啦。你得爱收，你得爱收啦。谢谢啦，谢谢啦。多谢哈，拍手。啊，你想怎想啊？想感觉头几年啊，变成好朋友啦。哦，人哦，啊，搁请你加练功呢。对哇、啊，这日本的练功吼无俗啦，但囡仔吼转来咱孝顺家啦。是啊，等妹妹甲秀金转来啊，咱应当斗阵食哈。哎，等下等，拄只讲啥？还有咩转来了？哦，无啊，我无讲啊。你拄只明明有讲啊。我，啊，我是讲啊。等因回来哦，咱大家就会当斗阵食恁糕啦。哦，哎，我就是要回来咧。哎，啊，你若是收银哦，你会当打电话叫妹妹甲秀金回来啊。袂啦，因哦，家己有家己的家庭爱照顾，啊，路过遮尼远啊，莫甲伊麻烦啦。遐有保特瓶，咱来去捡紧嘞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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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弟哦，足难得个啦，规家伙啊拢到厝啊，差不多嘛团圆啊。小妹啊，就讲哦，要较紧看到妈妈，唔只会去换较早的车单，唔只会当提早回来。啊，伊啊，佫交代讲叫我袂使甲恁讲，讲要恁大家惊一下。你哦，甲较早拢同款，同款皮。妈，
我亲像变魔术安尼出现，你有迄听着无？有哦，有哦。哎，这哦，囡仔要转来吼，我歹小通知者啦。哎，无怪。你爱拍哦，搁加拍几个啊？足久无互你拍哦，会想呢。憨囡仔啦，哪有人讲这么介意我拍的？就是我啊，我上爱哦，互你拍。因为我知影你疼惜我，才会甲我拍。以前我毋捌代志，即摆哦，我会当体会。安怎啊？还有常常感冒，头骨会疼无？袂啊啦，看到你哦，我阁袂疼。你安尼哦，常常感冒毋是办法啦。啊，厝诶哦，还阁有。袂歹，风光啦！你摕转去食哦，对你的身体哦较有帮助啦，哦。爸，多谢你。我即马来去摕啦，爸，唔免啦，我较慢去摕啦。唉，我即马老啊，记性歹，等下吼我就袂记啊。爸。真爸爸，这对你哦，个性该足多个啦。啊，其实伊哦，伊对每一个囡仔关心拢是同款的啦，哈。妈，我知影。哎，妈，我听小哥讲，中昼的时阵，你遐有敲电话转来，伊甲你讲啥？啊，对啦，啊，中昼恁二兄讲吼，哎，伊讲吼，那是讲啥？人啦，食老哦，啥货拢想无啊啦！哎，妈，恁袂记就算算去啦，反正二哥还会打电话回来，或者写 email 啦。不要想啦，想要知道的话，下次问二哥就好啦。哦，是安尼。是啦，妈，想袂起来，就莫想啊。想想我头会疼。我真的很糟糕，你知道妈的状况这样，还一直问她。害妈难过了半天，想不起从前的事啊，妈一定很难过。我看她这样子，我真的好舍不得。妈忘记从前，这样也好，我们就重新帮她输入快乐、温馨的记忆。小妹，你看起来很虚弱，妈最担心的就是你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们要怎样啊？我只是三天两头头痛发烧，抵抗力比较差而已。这样叫而已？你当过护士，怎么会这么掉以轻心？对啦，妹妹啊，我看哦，你去做一下全身健康检查，我看你的免疫系统哦，是不是真正出问题啦？我这么矮，你就啰嗦的。小妹。好了。不要研究我，我真的啊没怎么样。你呀、啊、就是这样，都讲不听。我只是头痛而已，看到妈这个样子，我这里啊才生病。妈一直开心不起来，我也很伤脑筋。妈复原的慢，站不久，我发现她自己的记忆衰退了。记不起以前的事情，有时候啊，自己闹脾气啊，心情会变得郁闷。他以前啊，就嫌我逗他开心了。不过最近啊，这招已经失灵了，已经没有用了。我也不知道我该做什么。
才能帮助他。我们可以带妈出去走走啊。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会到山上去看看夕阳，吹吹风，郁闷的心情就会一扫而空。对，以前我跟钟贤昭带妈出去玩啊，她都会很开心的。最近她心情这么郁闷，干脆就带她出去走走好了，说不定她心情一开朗啊，状况也会变得好。没有错，这是一个好方法。可是我们要带妈去哪边走走？妈最喜欢拜拜了，有没有哪一座庙妈最想要去的？我知道去哪里了。